不对，这个地图我看了无数遍，这里不可能有河。没有河，这是啥？肯定有问题，有可能是地壳运动。你看不懂地图就说看不懂地图，还地壳运动，你怎么不说板块漂移呢？哎，有可能哎，两个地壳相互挤压，挤出一条沟呢。我真服你了，我问你，这个蓝色的线是啥？铁轨。黄线呢？动车。红线呢？高铁。你从小就是在火车上长大的，对不对？就认识这几样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蓝色的线就是河。嗯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，咱们现在在哪儿？别废话，抓鱼吧！做菜呢，我就凑合做的，主要看我雕工。炖鱼咋看出来雕工啊？你没看见里面有香菜吗？咱这儿有香菜吗？没香菜呀、啊，所以说嘛，这个香菜是我用韭菜雕的。哎，这样呢？这条鱼是我钓上来的，它没钓着，在屋里生闷气呢。这哪有鱼啊，你让我们吃鱼，这不敢大海捞针了吗？是鱼就小点呗，但鱼小味儿不小啊。没听说过那句古诗吗？一条鱼兴一锅汤。哥，我给你尝点，咱就尝尝腥。尝什么腥？那叫尝鲜。行了，你先别盛了。他自己说的兴一锅汤。玲珑，尝尝啊，好长时间你也没吃荤的了，来先吃点水果，开开胃啊！小西呀、啊，你看你这两天都瘦了，来吃鱼之前先喝点甜的，来，我喂你啊。这样来，你吃吧。谢谢小西。你干啥？我给你呀。是，你给我了，给我不就是我的了吗？那我给谁不行啊？跟你不就没关系了吗？我什么意思呀？哦，我送给你吃的，完了你搁这巴结他，你想干什么呀你啊？小西有女人味吗？哈、啊，小西，拒绝你那就是女人味啊！行，来，你给我盛一碗，你喂我，我不吃，然后我拒绝你，那我不就有了吗？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就多盛几回，我多拒绝你几回，那不就有了吗？啥就有了，也不是那样的。姐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他不能深究，深究了吧，伤自尊。什么意思呀你啊？我又说错话了呗？哎呦，那我给你盛点，你也喝点。我不。你这鱼检疫了吗？有没有病菌呢？吃坏了怎么办呢？哎呀。事儿这么多呢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哼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从专业的角度出发，吃素一样能够均衡营养。咱们那仓库里不还有半袋黄豆呢吗？我告诉你们，黄豆啊，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那是均衡营养的呀。那假的呀？这挑战我的权威性呢？